大家好，我是乐施大使的身边的林义文。我已经投一票选出我心目中的梦想搜寻之旅乐施青年大使一票了。你们投一票没呢？如果你们未投票的话，快点在7月10号或者之前去到以下这个网址投票，选出你们心目中梦想搜寻之旅乐施青年大使一票了。